吴宗宪的儿子陆西派因在私人社交网誓言引起一连串风波，被爸爸逼退演艺圈，但陆西派自行宣布明年1月举办演唱会。如今父子俩确定即将一起登上节目，等同事宣告正式复出。据媒体报道，陆西派将于2019年1月5日登上台视某节目，吴宗宪也会同台力挺，正式宣告复出。对于儿子复出，他也直言，儿子有他自己的人生，人家也不过就是讲了一个这样的玩笑，大家心知肚明，没有什么付出，在他的人生里，他永远都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